始有我们的进食祷告，大家有没有开始呢？开始了，开始了哈！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开始了。前几天这个雷医师跟我打电话，他说王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到底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签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祷告了20分钟，好像没有话讲啊。我说怎么办啊？他说还有40分钟啊，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啊？有啊，还有，那你怎样解决呢？唱歌，还有呢？唱歌可以读圣经，可以继续祷告。当然，如果说有事情做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做？也是可以去做，但是你的心里面要在主耶稣里面。一有做完事情的，要赶快就这样，赶快就在祷告，好不好？好。对，我告诉你，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可能你说，哎呀，我只能够祷告10分钟，那10分钟完了，你可以读读圣经啊。唱唱诗歌啊，不如有时候你就闭起你的眼睛听一些诗歌，你心里面也跟着那些诗歌哦，在那边哦跟上帝来什么来交通，对不对？那个诗歌你会唱的你就唱，你不会唱的你就听，听了你心里面说感谢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哦。你很重要一件事情哦，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你想到谁呀？哎。那时候你要就为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圣灵啊要帮助我们啊，提醒我们说，哎，这个人可能你说从来都没有想到他的，哎呀，这个人10年8年都没有看到他的，突然之间你想到他的时候，哦，感谢主，上帝就要你为他祷告哦，所以哦，不要紧张，好不好？不要紧张。那有人说，那糟糕，哎呦，我进食祷告。那怎么办？我现在手都软了，脚都软了，那怎么办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般上呢，我今天那边后面有一张文章会进食祷告的，弟兄姐妹，结束了可以看哦。进食祷告有时候就是说哦，一般上呢，因为我们不是常常操练啊，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可以喝一喝豆浆啊，喝一喝牛奶呀、啊。或是哦，就是我们主要就是要吃一些什么液体的，不要吃一些固体的，好不好？慢慢来哦，慢慢来。或是你煮粥的时候，粥上面的那一层什么叫做什么米汤啊？对呀、啊，就是那个液体的。对，当然你即使祷告完了之后，你不要想说，哎呀，今天饿了一整天，好了，我去烧体霸主那边吃一个大补肺啊。哎，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肚子在空的时候，你不能吃太多东西，这样会很不好，会很不舒服。其次哦，根据医学的研究啊，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呢、啊，每一个星期能够进食一餐啊，对身体绝对好，对身体绝对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所吃的东西一直吃，还不够时间消化，我们又在什么？又在吃嘛，对不对？所以吃到最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好像在今年在评论呢、啊，全美国哪一个州的人最胖，你知道吗？德州里面哪一个地方最胖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里，我们已经哦，第一名已经几年不在榜上了。哦，以前我们是在第一名几年呢、啊？已经不在榜上，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了。谁知道今年呢？我们又什么？又爬回第一榜哦？为什么呢？因为德州东西太便宜，对不对？是什么什么烧啦，什么土肺啦，包肥啦，才几块钱，对不对？当然，但是又觉得按照医学来说，对身体健康，如果一个星期至少你能够进一餐的话，对我们身体绝对好，让你都会休息一下，让你还有消化的东西消化掉嘛，对不对？哦，一直没有消化，累积在肚子里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毒素，变成毒素，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哎。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能够操练进食祷告，当然不是只是单单哦，进食而已。我们要什么？
要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为我们教会哦，这个地点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付出这样代价的时候，上帝也祝福我们，给我们会有什么得到健康的身体，你说好不好？好。阿门。哈利路亚，向你旁边的人说，我们好好进食吧。啊。跟节食绝对不一样哦，啊，你不要说我要减肥，我节食啊，哈，啊，虽然形式上好像你不吃东西，但是进食一定要什么？要祷告，对不对？进食一定要祷告，节食呢就不一样，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问大家一个问题。打一个字，斩草不除根。斩草不除根是什么字？打一个字。字还有呢？斩草不除根，打一个字。啊？找。哎，对了，你们真聪明。砍掉它上面的草，不除根，这个字就是什么？哎，斩草不除根，下一句是什么？啊？找啊，没有，这下一句啊，下一句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大家非常熟悉嘛，对不对？啊，了解它的意思吗？当然，我相信大家都了解，特别在休斯顿这个地方，又常常下雨。又常常有大太阳出来的时候，有房子的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你要常常什么？常常剪草，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其实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边呢、啊，曾经也讲过类似的这样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14节啊，圣经这样说啊，主耶稣说，如果当我们将一个污鬼从人的身上给赶出去之后，污鬼离了人的身啊，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醒不到。于是他就说，我要回到我所住的故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如果是什么空闲，打一打扫干净，那装饰已经好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会另外去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全部都什么？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计划会怎样呢？看到吗？这个字会不会太小？啊？能够不能够将这个灯给它关起来，可能就会好一点。哎，可以吗？可以啊。对，所以那人过后的情况就会怎样？比先前怎样会更好呢？更不好啊，更不好啊。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跟我们中国人那一句话说"斩草不除根"有什么？有这样的意思哦。这就是我们最近从什么呢？从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所学习。以弗所书第四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过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我们要过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当然过去够不够啊？斩草如果不除根，够不够呢？不够啊！为什么？它会又会再生啊？那像这里所说的这个魔鬼，这个污鬼不单单会再生，它还会怎样？他还会去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来住在里面，那那时候就什么更麻烦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那边所学习到，就是说我们要过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以后还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穿上新人，一定要穿上新人。如果我们不穿上新人的话，
那我们就会什么？会危险，会什么？春风吹又生。那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也看过，我们穿上新人，一个穿上新人，穿上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人呐、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上个星期看到有三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穿上新人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要什么？要学习真理，对不对？要学习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他说我们穿上基督之后，我们又听过了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导，学习了他的真理。所以哦，一个穿上新人，一个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人啊，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特征，什么样的特征？要学习真理。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回去好好读圣经啊？啊，有没有啊？要不敢回答我了。对，我们真的要好好读圣经。为什么？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我们要好好去读。我们教会感谢主，弟兄姐妹为我们特别弄了一个我们新的这个周刊啊，大家手上有没有周刊呢？周刊当中有一个小段，那边告诉我们就是读经的进度，而在那读经进度上面呢，有一段祷告文。可能你说我不会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就特别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将那个祷告文也放上去，希望说你说我不会祷告的时候，你至少能够按照那个祷告文来祷告，这也是我们向神的一个什么？一个亲近，一个祷告，对，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忽略，因为神的话语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诗篇第119篇130节说什么？神的话一打开就怎样，发出亮光，会发生亮光了之后会怎样呢？使什么呢？使愚人通达。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常常会给我们什么？会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有时候，当你打开圣经，神的话语，哎呀，就好像什么一个亮光这样照在我们心里面。哎呀，我们知道神的话的应许，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宝贝，我们就可以什么？哎呀，立刻整个重担就什么卸下。所以这里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能够通达。笨的人呐、啊，傻的人呐、啊，不够聪明的人呐、啊，如果愿意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神的话，你都可以变成什么？变成聪明，明白？真的，如果我们小心好好去读这个箴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箴言呐、啊。有很多教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应该要怎样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箴言很宝贝，弟兄姐妹，箴言一共有31章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盼望我们每一天就读一章。比如讲今天11号，你就可以读什么？第11章。你连续不断的读，你天天这样读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话就一直就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头脑里面成为你的帮助。有一天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个话又跑出来。圣经上还有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是真理哦，不是实理，是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当我们认识圣经的话语，当我们认识这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就叫我们得救。为什么？释放我们内心里面的困惑，释放我们内心里面的捆绑。所以一个穿上新人，一个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第一个特征是什么？要学习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你的圣经隔在你的这个什么，你的书柜上，等到有一天你要拿的时候，还要用什么？用口吹一吹，用手扫一扫，有一些还更厉害，连什么，连这个蜘蛛网都在上面了哈！千万不要这样做，每天要读，每天要读，最好你的圣经能够读到什么？读到从这样小本变成这样大。
我以前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的圣经这样大，这普通的一个圣经，为什么？因为天天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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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什么呢？读到他的纸就好像说皱了，所以慢慢的膨胀。去到你的家看看你的圣经是漂漂亮亮的呢，或是就是膨胀，就知道你有没有读圣经了。那你要不要回家看看你的圣经是漂漂亮亮的，或是膨胀的啊？你就知道有没有读经了。求神帮助我们，第二，我们知道说哦，穿上新人的第二个特征要怎样？要心智改换。圣经说我们要什么呢？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我们读圣经啊，学习很多时候是存在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而已，单单具有知识是不够的，弟兄姐妹，必须要让我们所学习得到，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之后，要让这个真理成为什么？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来改变我们，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所以他接下来说什么？我们心智要改换，要改变。如果我的行为跟圣经我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我就要改变，我一定要按照真理的教导去行。为什么当我按照真理的教导去行的时候，他将我们所读到那一节说什么？真理必叫我们得到什么？得到自由。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就做你的后盾。弟兄姐妹，有上帝做你后盾好不好？好，最好啊！我告诉你，合同呢还可以什么？还可以有变卦，但是上帝的话语绝对不变卦，对不对？自从圣经有到现在，神的话一直什么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在将心智改换的时候，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以后他信主了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雅各书。在雅各书里面，他就这样讲到，好不好？我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所以你们要过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靡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神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取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怎样？必然得果。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不是单单要读而已，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心智改换，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改变。如果我们单单读啊，他说什么？如同我们对着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到了之后，他说就这样，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你说有没有用？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照镜子？为什么要照镜子？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改变的，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镜子看多了。为什么？因为我头发越来越少了。更感谢你一件事情，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哎呀，我的嫂嫂告诉我有一种药水放上去就可以长头发了。但是可惜的是，最后我找了整个我们所住的地方找不到。哎呀，不然的话我就要想买一个回来。后来我嫂嫂说，那就算了，我还有剩下一点，你就带回去吧。因为姐妹，我现在还不舍得用。我在看到头发越少的时候，我就会再去。他就说哦，放上去了之后做一些按摩，它就会长出来。
我就不知道怎样，但是无论怎样，我胖化的时候能够长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满头的乌发像帅哥一样。啊，所以第二点，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好，是不是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头发梳得乱呢？那照完了之后我们要怎样呢？就是要改变嘛。那你头发乱了，我们就要什么？重新再梳一梳。那在这脸上有什么事情的话，有什么污点，我们就要用纸擦一擦。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照镜子的目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圣经说他神的话就像一面的镜子这样。那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听了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就好像一个人看了镜子，对着镜子观看，看见走后随即换了自己的相貌，有什么用？但是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详细查看，如果我们能够用心的去读神的话，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愿意去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怎样得福。 Amen。 哈利路亚。好不好？像你旁边的人说什么，不单要听到还要行道。 Amen。 跟旁边的人讲一点，新人呢、啊，还有第三个特征呢、啊。第三个特征是怎样？要活作像神呢、啊？要活作像神，因为圣经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灵。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如果我们穿上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神的形象，就要什么？就要像神啊。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什么？要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我们的生活就要把神的神性、他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圣洁给活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真的穿上新人的话，我们真的信主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这三个方面，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呢？学习真理。第二呢，要改心智，改换，要改变自己。第三呢，要活得像神一样，对不对？哦，你说如果人家看到你，哎呀，能够从你身上看到上帝的爱，看到耶稣的怜悯，你说跟我好多荣耀神，对不对？如果人家看到你，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太可怕了，那你说好不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那一段，从第25节到第32节啊，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好不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以灵圣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不相为之敌，生气却要犯罪，不可袒露到自若，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分给那窃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来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今天我们要思想，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这一段，从25节到第32节。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说我们要过去从前行为上的旧，那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跟什么？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对不对？哦，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个是什么？是我们的希望虚妄，虚妄的心就是什么？就是虚妄的思想，不实际的思想，我们要过去。第二是什么？就是心地暗昧。就是什么？就是理解上暧昧，
啊，又出现另外一个心，这个我们也要除去。第三是什么？良心、上进，这也是讲到心。那前面所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什么心理、内在生活的事情，我们要背。接下来这最后一段了、啊，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要对付，将这个旧的内在的这个生命不好的要给它除去以外，我们要在实际上的生活，也要将什么？将这不好的东西，将这旧的东西给他们，给它除掉，给它除掉。这里一共讲到五个方面，从消极方面我们看到是什么？要过去，要除去。从积极方面，我们看到要穿上。好，我们先来看，我们到底在实际行为上，我们要脱去什么？我们要穿上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五个方面，我们要去处理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事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一个，我们要除去在我们行为上不好。OK， 第一个要除去的，在我们行为上不好的，他说是什么？谎言。不是要除去而已，他说什么？气节，哦，气节是用的比较什么？比较严厉的一个话语，要去节谎言。那弟兄姐妹，我们一提到谎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谎言的意思吧？对不对？知道吗？什么叫做谎言？哎，对，我们知道谎言啊，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去思想的话，谎言的范围很广。谎言不是只是单单是说骗人的话、假话而已，其实谎言的它的范围很广，你真实不符合的话，是不是谎言呢？对不对？你说的话跟真实不符合，就是什么？就是谎言嘛。光说不做，算不算谎言啊？哎呀，讲得很好，讲得好像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都给你讲下来了。但是一点行动都没有，你说是不是谎言啊？谎言啊。还有呢，夸大的话算不算谎言啊？谎言啊，夸大的话不事实的，对不对？哎呀，一个鸡毛蒜皮给他讲到什么？讲到是核子弹，什么原子弹降大，对不对？那这是什么夸大的谎言？还有什么敷衍的话？我不会写那两个字，所以没有打出来。敷衍的这两个字不会写，我上网找，我是找皮肤的肤，后来找也不是这个皮肤的肤，再找这盐盐叫盐系的盐，哎呀找不到，所以不好意思，不会讲啊。所以敷衍的话也是什么？也是谎言呐、啊，对不对？哎，讲了敷衍就是说讲了，光说不做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呢，你就用这个话来笑话别人，对不对？哎呀，王牧师，你最近瘦了，对不对？那我高兴的时候，你就跟他，你看王牧师多笨啊，那么他哪里这样瘦？这个是什么？这是谎言，对不对？哦，还有什么呢？献美的话、奉承的话也是属于什么谎言呢？因为不真实嘛，对不对？还有呢，似是而非的话算不算谎言呢？也是谎言呢，因为不真实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谎言不是单单只是骗你而已啊，谎言的范围很广啊，对不对？你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些话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谎言的、啊，对不对？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只要你稍微用心去听别人所说的话，你会发现到很多话都是什么谎言，严重不严重？真的有时候，哎，讲一些奉承的话，
假如县内人的话，哎，说有又不做，对了，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谎言啊，谎言学校有没有啊？有啊，公司里面有没有啊？啊，家庭里面有没有？啊，有啊啊，那先生有什么？有私房钱的 啊，太太又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私房钱的 啊，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我没有，但是谁知道一查出来的时候，原来还有几个账户，还有几个私房钱的 啊，对，哎，甚至啊，最讲。最强调要讲真实的法院，你说法院有没有法院？有啊，法院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做什么假见证，特别是什么律师会什么钻法律的什么漏洞啊，钻法律的漏洞，将这个事实给他什么，给他稍微转一转，给他稍微偏一偏，那个就是说是谎言，那不真实的嘛，对不对？最后求神帮助，最难怪在这五个要处理的方面呢，保罗在这里第一个提到就是什么，就是谎言，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要什么，要拒绝谎言，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周遭里面，太多这些谎言了，所以要弃绝。所以将这五个方面，保罗将这个摆在第一。更何况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在弟兄姐妹当中，更要什么？更要弃绝谎言，因为我们是什么？互相为肢体，我们是一家人呐。如果一家人当中还说谎言的话，你说危险不危险？哎呀，有一天眼睛先生看到前面有一个坑，但是呢他就跟脚小姐说没事往前走，对不对？那脚小姐一往前走的时候，后来就怎样呢？啊，就掉下去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谎言？掉下去了之后，你说谁受苦呢？全部都受苦，对不对？因为是整个身体嘛。你跌倒的时候，你没有说哎呀，这该死的脚，对不对？不会，我们就是说脚是跌倒了，但是我们整个身体都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痛，感觉到不舒服，对。所以这是什么？互相为肢体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说谎言，要弃绝他。个人离邻舍要说实话，更何况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不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过去。我们已经破去了旧人，那旧人的行为也已经什么？也已经破去，所以我们不要什么？不要说谎，要以什么？要以实话来代替谎言，要脱下谎言，要什么？穿上实话，好不好？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保罗说有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处理，是在第四章第二十六跟二十七两节啊，第二十六跟二十七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生气切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了，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发脾气？可以不可以生气呢？为什么？啊？耶稣也生气啊。耶稣也生气啊。啊？那其实在这段经
当中啊，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三个不同的字啊，来形容不同方面的生气，或是不同方面的。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他说什么？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老辣、回摆，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说什么？愤怒，愤怒是属于生气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比生气严重。什么叫做愤怒呢？啊，什么叫做愤怒？愤怒呢，这意思就是什么？大发雷霆，大发雷霆。哎，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大发雷霆？不行。啊，可以不可以大发雷霆？我告诉你，绝对不行。啊，不能大发雷霆。为什么不能大发雷霆呢？因为你一大发雷霆的时候，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多少，你就会什么呢？你就会破口大骂，对不对？你破口大骂的时候，你肯定你这些话语肯定会什么带来伤害，不单止你会伤到对方，连旁边的人一听到你破口大骂、大发雷霆的时候，都会说被吓坏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别人在破口大骂人的时候，你感觉得怎样？你怕不怕？哎呦，好紧张！最好什么？最好还是什么话都不要讲，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对不对？不是只是对他大发雷霆，对对方骂他而已啊，对对方生气而已。其实，在旁边的人都会受影响。但是讲的不好听，最受伤的是谁？是自己。大发雷霆的人是最受伤的。那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你心情好不好？情绪好不好？血压会不会80、120呢？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你不相信？你看到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就是等着我给你量量血压，绝对不会80、120。如果是80、120的话，那可能就是那个血压器有问题。你一生气的时候，血压会不会起来呢？肯定会。哎，我们玩什么？中国这个什么？医药那个医疗就是黄帝什么内经还告诉我们说什么怒伤什么啊，还会伤什么伤肝啊，对不对？你说对，虽然你大发雷霆，你臭骂对方一顿，对方不舒服，对方受伤，旁边的人听到了之后不舒服，会怕，会紧张，对你自己更不好，对不对？情绪不好，血压高啦，肝也被伤到啦。你说划得来，划不来呢？划不来，所以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愤怒呢？啊？好，告诉旁边的人说，千万不要愤怒啊！经文当中啊，不单单是提到生气，他这还有用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什么？愤怒。第二个字呢，我们来看在第四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生气切不要犯罪，不可什么含怒到日落。那圣经在这段有什么愤怒？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愤怒？不可以。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含怒
呢？可以不可以？啊？哎呀，你做我初一，我什么？做你十五，对不对？啊？你什么？你这样对我，我绝对不放过你，对不对？什么叫做含怒呢？含怒的意思是什么？简单来说是什么？怀恨在心，就是含怒嘛，对不对？怀恨在心是含怒。弟兄姐妹，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含怒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含怒呢？因为怀恨呢，会使我们产生苦毒，使我们产生苦毒啊，使我们内心里面很不舒服，很不爽，来到一个地步，饭也吃不下，觉也什么，睡不好，对不对？一打开眼睛就看到他，一闭下眼，一闭起眼睛就想到他，你说辛苦不辛苦啊？辛苦啊，而且会产生苦毒啊！你越想，越感觉到不甘愿；你越想，越感觉到越吃亏，对不对？到最后呢，一爆发的时候就什么不堪设想，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人被压、被压、被压，压到有一天他爆炸的时候会怎样呢？杀人放火的感觉，对不对？这是从哪里开始？含怒开始，怀恨在心，一天一天，每一天都将这个恨累积、累积、累积、累积，那就什么？就很危险。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什么叫做不可含怒到日落呢？不可含怒到日落，不是说哎呦现在还好，现在是12点，我还有6个小时可以恨一恨他，6个小时可以算一算他怎样对待我，6个小时想一想要怎样报复他。哎呀，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就是算了，是不是这样啊？啊，我告诉你，如果吼你一含怒，你又在想的话，你说会容易给他忘掉吗？忘不了，真的忘不了。你越想，你越气，你越气，你越想，哈哈，对不对？那到时候你就会什么？你放不下。所以这句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连一分钟、连一秒钟，我都不可以让这个恨留在我的心里。不是等到日落，就是连现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连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可以让这个怒气留在我的身上。因为怒气留在我的身上的话，绝对绝对对我不好，对不对？怒会什么？伤肝，还会什么？啊？哎，哎呀，总而言之，我告诉你，他们，我好像以前看过，他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毒素会出来。哎，那更不好，对不对？身体里面毒素出来，毒素出来的时候会怎样？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喜乐就是什么良药。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常什么喜乐啊、哦、？OK， 还有这里还有不同的一个字，几个不同的字。当然我们说吼、哦，有什么有愤怒，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愤怒？不可以大发雷霆。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含怒怀恨在心呢？不可以。第三方面，这里还有一个字说什么生气，切勿要犯罪。请问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生气？啊？什么叫做生气？想一想，什么叫做生气？
简单来说，生气是什么？不高兴，对不对？生气就是不高兴，对不对？那不高兴，不，我们不要问说基督徒会不会可以不可以生气？其实哦，生气是很自然。当你看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当你看到一些犯罪，当你看到一些大欺负小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个做婆婆的欺负那个媳妇的时候，那个媳妇都没有饭吃，你看了之后你会怎样？你会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什么没人性了，对不对？我们会怎样呢？哎呀，我们说这个婆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不高兴，对不对？我们会不高兴。所以哦，生气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不高兴。所以不是说你可以不可以生气，是很自然。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不高兴。哦，刚才谢妈妈已经讲过了，主耶稣有一次到了什么一个圣殿的时候，看到在圣殿那边有人在做买卖，所以主耶稣就生气不高兴，他说神的殿是用来做祷告的殿，这些人哪来做买卖，将这些人家要进来祷告的地方给占有了。所以主耶稣很生气的就将什么，将这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出去，甚至将什么，将他们的这个做买卖的桌子都给他推翻了。对，主耶稣也有生气啊，对。所以呢，基督徒可以不可以不高兴，其实这是很自然，不是说可以不可以，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怎样，不可犯罪，不可犯罪。当你在生气的时候，魔鬼常常会引诱你，对不对？引诱你去犯罪，引诱你去做报复的工作，引诱你去什么？去骂他，引诱你去打他，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犯罪。你可以不高兴，但是你不要因为你不高兴了之后，你就什么？不甩他，不理他。啊，看到他跌倒了之后，该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怎样？犯罪，因为你这是什么？落井下石，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犯罪。所以哦，你可以不高兴，这很自然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当我们看到有什么罪恶，当我们看到有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会不高兴。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能因为我不高兴我就去骂人，不能因为我不高兴我就去打人，不能因为我不高兴我就记恨，不能因为我不高兴我就找机会来报复，不能因为我不高兴我看到他什么不好的时候我就幸灾乐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什么犯罪，你就犯罪。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可以。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呢？二十七节说什么？跑到哪里去了？不可以给什么魔鬼留地步。所以保罗在提醒的时候，他说生气对很自然，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哦，你不能因为生气了，你给魔鬼留地步，你想要报复，你记恨在心，你不理他，你不甩他，你说你幸灾乐祸，你下井下落井下石，不是下井落石啊？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你就怎样？你就犯罪。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真的，上帝很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不公义、不公平，当我们看到有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人自然会不高兴、会生气。但是，他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上帝叫我们，他不要我们动不动就什么，就生气。
有一些人动不动就生气，知道吗？有没有啊？真的有一些人动不动，太阳不出来他也生气，下雨完了之后他也生气。哎，所以呢，圣经就教导我们，他说要怎样呢？14:29，不轻易发怒的是什么？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是什么？大显愚昧，遗忘，对不对？所以他说不要轻易发怒，不要轻易生气。他说如果你不轻易生气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有聪明的人啊，你是大有聪明的。但是如果啊你性情暴躁，你常常喜欢生气的话，你就什么，你就把自己的愚昧遗忘给什么，给显出来。而且箴言22:24还说什么，好生气的人不可以怎样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以与他什么来往。为什么？如果他好生气，你别跟他常常在一起，他会什么？他会怪罪你，对不对？他有事无事就怪罪你，说冤不冤呢、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那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不要跟他常在一起，不然的话，他一生气，他一暴怒的话，他打人也打到你，你说多冤枉啊！哈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圣经借写了他告诉我们，箴言19:31，他说什么？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人有见识就什么？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以宽恕来代替生气，好不好？弟兄姐妹，将什么破下我们的愤怒，破下我们的寒怒，破下我们的生气，穿上什么？穿上宽恕，多给人家一点恩典，多给人家一点机会，不要一下子就定人家的罪，不要一下子就说哎呀你就是这样，不要一下子就不高兴，多给人家恩典，宽恕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将内心里面的心思，虚妄的心思，暗昧的思想，上进的良心给除去。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将什么，要在我们的行为上，那些不好的，那些旧的，那些污秽给除去。首先我们要除去的就是什么？谎言，要以真话来代替谎言。第二，他要我们去处理的就是什么？我们的怒气，我们的发怒，我们的脾气。他说不可含怒到自怒，叫我们不要记恨在心。他劝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碰到一些不高的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自然会不高兴，我们自然会生气。但是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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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记住，不可以让这不高兴成为你犯罪的根源，成为你犯罪的借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以宽恕来代替生气。阿爸父神，我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承认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多的污秽，在我们的行为上有许多的亏欠，
今天早上我们在主你面前再次恳求你赦免。主啊，就透过我们这40天的禁食祷告，不单单让我们在我们所需要教会教堂的聚会的地方方面看到主你奇妙的恩典，你的预备，主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你来突破，让我们的行为也被主你来改变。谢谢你啊，大父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感觉到在你生命里面还有一些这样子软弱，现在这个时刻你就向神祷告，求神将这些软弱完全打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破碎这些恶者的捆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拆毁魔鬼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这些怒气的捆绑，所给我们这些谎言的捆绑，释放我们，能够以真话来代替我们，释放我们，能够以宽恕来代替脾气。谢谢你啊，大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